这女的谁呀？只要你发朋友圈，她就给你点赞。那可能是我照片好看呗，我也不认识。你好好说，这女的谁？我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留着她微信呢？我看到哪个？啊，她前女友。是不是还喜欢她？我留着她肯定是有原因的呗。我俩要是吵架了，那她不就有机会了？你会因为这个事跟我生气吗，宝？那你把她删了吧。我删了她干啥呀？我必须得留着她，知道吗，宝？而且我必须跟他保持联络，你比如说今天喝杯咖啡，咱必须得拍个照片记录，让他看到我跟你的幸福，而且让他看到我跟你在一起过得多好，你知道吗？让他看我怎么亲你，怎么抱你，怎么开车拉你到处去玩，怎么让他后悔，怎么让他后悔离开我这个这么好的男人，知道吗，宝？我留着他不光让他给我点赞，我还要跟他有联系，还要跟他处朋友。我不跟他处朋友，他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我的生活，他就没有办法去羡慕你，知道吗，宝？那我们还是留着他吧。我们留着他，对，我让他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